我中間就嚟，中間。好，下面呢度，下面呢度，下面。呢边啦。呢度呢度。呢边系。后边转到 Lana 呢度。得啦，得啦，呢度。我哋望一望呢边。好。好，唔该，唔该。重要的一些成长的养分，所有的一切都是成就了你和我，成就了一刻的自己。在我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歌都是在我的人生的经历或者大家的经历，就成就了一些好的歌给我，而这些歌很开心，也都很庆幸大家一直都记住，一直都喜欢。虽然不知道大家会喜欢几久，或者这些歌会流传几久，但都不重要，都不重要。只要这一刻大家都仲喜欢，这一刻大家都仲记住，我就会好好珍惜，好好唱。即係我一場嘅關係啦，就其實好多都係全部都係朋友嚟，全部都識嘅。嗨嗨，阿姑姐唱嘅。嗨，其實因為有太多係想講，真係太多係想講。幾多年啦？幾多年啦？話唔好講，即係呢啲年份嘅，即係即係對上一次開 show 已經係十交叉年前，好嘛？即係可以講個 show， 即係走翻行走過，時間真係過得好快，所以再喺呢個舞台再唱歌俾大家聽，其實真係有好多好多歌想唱，好多好多嘢想講，所以就因為咁多嘢想講，咁不如就唔好講咁多啦，就真係俾多啲時間唱多啲歌，同埋今次都特別啦，多謝大家成就咗我喺呢個舞台上面想做嘅一啲嘢啦，任性嘅一啲嘢。支持一次嘅嘢啦，好好玩，同埋都好想即係咁多年啦，大家無論我大家都一齊成。
長咗好多好多，咁當中一定經歷咗唔少嘅嘢，誒起起跌跌啦，開心唔開心啦，咁即係無論點都好，即係當即係大家成長咗之後，回憶翻自己嘅過去，都可以淡然咁去面對，去愛而家嘅自己。我非常愛自而家嘅自己，唔知你哋愛唔愛咧？即係我問你哋愛唔愛我？我今日我同大家講，我已經好叻噶啦！我啊，你開數嘅時候喊到七彩啊！我哋諗住喊曬佢，我今日好叻，我第一次，即係因為我真係好有呢個意志力咧，好想唔好喊啊！即係我想唱，即係咁耐冇唱，即係喊住咁做咩啫？唱唔到噶嘛！真係想唱俾大家聽，好叻，喊咗一首啫，唔緊要啦，我都預咗下啦。我自己揀埋啲相，咪搞自己，自己搞自己。一望到就會喊，就算啦，即係都預咗呢啲嘢。真係好多謝大家嘅，好多謝朋友，好多謝 fans 家人，所有人。今日嚟到嘅陪住我過住呢一晚咁難忘嘅呢一晚，非常豐盛，多謝你哋。谁说分手都应该放任记忆就好比过了愉快的假期他不准我哭怎么可以哭分手都要有一点笑容泪水竟隔离不可再用变作石头操纵少少嘅，其實排練嘅時候已經諗啊，一場好似真係知道自己會好唔捨得咯。但係呢個亦都係我哋自己嘅一個少少嘅原則啦。咁因為呢個係一個有少少幾特別嘅 show 啦，即係又同大家想象嘅可能有少少唔一樣，唔係歌舞啊嗰種。咁我希望係將一啲自己嘅一啲藝術啦、畫啦，融合喺一個舞台上面，咁所以其實都好一次性嘅所有嘢都，咁要 reset 都有啲麻煩嘅，個舞台都污糟曬，所以我就希望即係唔好麻煩大家工作人員要 reset 啦，所以就開一場算啦咁樣。我想搞個 part two 咁樣，即係高呼叫你唱跑 online， 咁點解呢首歌留言，但係你又冇唱？我有唱，唱咗兩句咯。係啦，我就覺得因為太多人留言啦。就因為我搞不明白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這首歌，聽著這首歌成長，
好多歌都聽住呢首歌成長噶嘛，唔係同埋主要係因為今次呢個 show 真係有一個主題嚟嘅，咁比較故事性啦，比較講故事嘅感覺。咁大家雖然咧，其實我個MD 咧個music director 其實佢都好中意呢首歌嘅，咁但係咧我就即係大家就覺得都係唔係好啱個感覺嘅，咁就都係。不要唱了，或者留翻之後有冇機會再唱咯，咁樣係啦。會唔會之後想即係擺多啲時間喺音樂上面咧？經過今次之後，其實一路喺呢幾年嘅沉澱裏面，都有一路諗，都好想有翻啲自己作品嘅。咁經過今次又開埋 show， 其實嗰條癮已經係伸咗出嚟㗎啦。其實係想嘅，咁但係要俾啲時間咯。即係我個人都係嗰句啦。我希望做所有嘢都係盡善盡美啦。咁時間上面嘅安排要安排得好好啦。咁因為電影上面實在有太多嘢要做啦。咁有幾部電影要上，又要宣傳，跟住嚟緊又有新電影要拍咁樣。咁所以可能都要逐步逐步。嚟咯，係。頭先聽你講咧，話喺個 show 之前，其實都已經不停咁喊得好犀利咯。Yeah. 但係我今日好 proud of 自己喺個台上面只係喊咗一次啫，因為我最擔心其實呢個 show， 我最擔心一樣嘢就係我喊，因為你知㗎啦，就開一場，咁人哋入嚟聽你唱歌又唔係睇你喊㗎嘛，咁我好驚，因為我試過排練嘅時候咧，我第一首歌已經喊啦。咁我就覺得哇唔可以咁噶喎，所以我就係要控制自己的情緒，同埋喺彩排嘅時候喊曬佢，盡量喊曬佢，咁就宣泄曬咧，咁就可以好好咁享受去表演俾大家睇咯。咁都做到。或者邊首係最勁？嗱，頭先喊嗰首咧係次次都喊嘅，真係冇試過唔喊，因為嗰首歌係講姊妹嘅，所以就冇辦法啦，真係好感動嘅。咁有啲諗唔到㗎，你諗唔到我會喊㗎，活到美麗我都喊嘅，係啦。跟住佢哋仲笑我啦，如果你初見都可以喊就叻啦咁樣。好多喎，好多首尤其是男孩子啦，不如離我太遠啦，嗰啲他不准我哭啦，全部都會喊。咁但係嗰啲全部經典歌，我真係好想好完整地唱俾大家聽咯。咁所以我終於可以控制到係 OK。正如頭先講啦，應該希望可以啦。即係除咗 fans 買唔到，其實我有好多朋友都買唔到啊。即係有啲人問我，即係。真係朋友直接問我買飛，我都真係自己啊，都唔夠 quota 俾佢買，所以我都覺得好對唔住大家。但係應該有機會嘅，係。但係我覺得最叻係唱最後一塊嗰時都忍住喊，因為台下 Cookies 已經喊曬。啊，係啊，我冇望佢哋㗎，我望穿咗佢哋啊，我冇特別望，所以係啊，最叻係呢個。係咪唔敢望佢哋啊？驚唔敢望，望咗一眼就已經哽咽啦，跟住就飄走咗啦個視線。呢個問題你問佢哋咯，佢哋有啲。今晚最意外就係大家咦？點解係阿 Mickey 同 Mickey 可以一齊即係出現啊？可以，點解唔可以啊？好耐冇見過啦。可以，你哋耐冇見佢哋啫，佢哋忙啊嘛，大家都要湊小朋友。係。係啊。即係關係都係。冇問題，係啊。之後會唔會搞翻多啲聚會咁啊？我覺得希望之後睇下。盡快可以約個食飯，不過Elaine就因為佢住澳門，咁佢話陣間就要翻去啦，因為佢要湊小朋友，咁所以要約個時間咯。因為之前佢哋問我食生日飯，我都未食到，未得閒食十月嗰陣時，咁所以希望可以今年內大家約一次出嚟食飯。但係靠即係今次我哋大家約埋一齊出嚟都係咪靠你？因為你係咪？因為我開 show 咯，係嘛？咁都唔係嘅，平時我哋都會唔同嘅聚會，唔同嘅人，譬如生日啊嗰啲都會聚下嘅，係。即係私下佢兩個係有碰過頭嘅，即係撇除你呢個現象。都有㗎，佢哋成日都譬如教會啊嗰啲，佢哋都會見到面啊咁樣，係啊。咁咪啊個目標會唔會係集齊曬咁多個坐喺台啊最尾？希望啦，但係如果集齊曬嘅話，我唱唔到㗎啦，真係。真的一望到就不行的了，是的。還有有 Serena 和 Helena 一直在外國，所以他們都比較難回到來，是的。我也有問過他們的。今天三個鏡仔都有來這麼長。是啊。你明明答應過做嘉賓的。是的。
冇啊，唔啱數喎，佢哋做嘉賓，我呢個 show 唔係跳唱啊嗰啲咯，但係好開心佢哋嚟支持咯，係啊，即係我覺得即係同佢哋好得意咯，拍完嗰套劇之後，感覺真係好似師徒關係咁樣，幾開心嘅係。